想到你我就、狂恨别梦酒、下去只会埋烟柳。我是马拉松尼亚学院的学生，今天我想谈一谈我的自律功。我觉得这自律功很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自律功是蓝色的，我最喜欢蓝色。这自律功是在兰卡威买的，这自律功我妈妈给的。我带自律功去祈祷室，这自律功很舒服，这自律功的质量很好。谢谢收看，再见。